在阿姆斯特丹，外面的风景没有风景。然后我们现在要去，就是它河那边走走，因为我们是快闪阿姆斯特丹。这是不是我妈？是哎、欸，我们是快闪阿姆斯特丹，三天两夜，但第三天早上我们就要先回去了，所以其实也没有干嘛，就去走走，然后吃饭，明天去坐个船，然后就去巴黎。所以走的是一个特种兵的行程，运河舰。哦，这个阳光。夏天的欧洲真的是很舒服，因为它不会太冷，然后还有太阳，我就很舒服，很适合睡觉。欧洲是全世界最适合睡觉的地方 ，I approve。这是阿姆名产。哎，我的拖鞋，为什么有我的拖鞋？你在这里买拖鞋给我？哦，十年了还没过季，还在研究阿姆有什么。现在要走去拍有花有脚踏车的河边，拍一组很阿姆斯特丹的照片，然后我的目的就达成了。我在这里就没有事做了。其实这里的河都长一样啊，而且超热的。为什么他们可以穿大外套？我是走到这个店，然后到对面的桥拍，那边有很多脚踏车，也有船，很适合拍照。都很美。哎，我妈嘞？他很平凡，找不到我妈。你要去找个裤子穿，买裤子，太冷了，高估了自己啊、哦！穿了个短裤是真的有点冷的哈、啊。我们要去 Zara， 0-105.6秒，这是电动车，那超慢的。Go g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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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go， 已经逛完街了。因为这里人真的是太高了，我连去 Zara 买裤子我都买不到我的尺寸，他们腿太长，我就完全没有办法穿。所以呢，我买了一套童装，是不是很聪明？而且便宜很多，真的很会省钱哎！谁懂啊，家人们？谁懂啊？这么会生活的女生已经不多了。我现在要去吃饭，到了，我要今天吃这个。这个房子为什么没有上面只是长这样啊？没有后半部哎、欸。いただきます。我要先吃这个竹笋，好香，好香。好一些呢，优秀。果然还是得听住在这里的人吃什么的，不要看小红书，小红书是骗子。很好吃，但是小黄瓜味好重。他说这虾头可以吃哎、欸，哦，我超爱吃生虾的，天哪！梦中情虾，好好吃哦！太久没喝酒了，各位。他刚说我们先用这个开始，殊不知我就只能喝一杯。什么七 and 南京？Bon appetit， 哈马奇。
我忘记中文是什么，但是我蛮喜欢吃这个的，上面那个绿绿的东西 ，Bravo， 超好吃的，吃一口虾来看，很好吃啊，很好吃哎，超好吃的，好香哦，天哪，非常好吃。要吃最后一道鱼嘞，薯条，包心菜，这叫包心菜吗 ？Brussels sprouts， 中文。是包心橄榄，有点觉得我应该遵从自己的内心点牛肉的。这个鱼好像 Lily 很常煮给我们吃，奶味蛮重，也很酥，好吃的。吃完了，我要回饭店了。这家餐厅满分五分，我给它4.7分，好好。我今天就这样结束了，我们已经累了，我们要休息了。可是我很想睡觉，但太阳还没下山，不知道怎么睡。我妈喝醉了，她好吵，在睡睡你。这我今天买的童装，怎么样？很新鲜。See you tomorrow. 嗯嗯，拜。Hello， 今天是 Amsterdam Day 2，今天要去坐船，但现在的天气微阴，就是没有大太阳。那我们的船。船，我可以在里面吃东西。我爸也在跟船上。来，还有这里有外面的位置。其实还蛮好玩的。这船叫 Pure Boat， 然后我们是包船，可以坐6个人。再多的话就太挤了，然后最后是6个人，他有付吃的，你可以选你要吃什么。我记得酒跟饮料是畅饮的，还不错。在 Amsterdam， 我们现在去薯条店的路上，坐完船的第一任务吃薯条。薯条。刚刚怎么样？昨天那比较好吃吗？嗯，昨天那比较热。我们回饭店了。战利品，这样子配在一起，是不是很 Q？ 而且它可以打折，创建新会员可以打折，打九折。剩下就是这个袜子，这个牌子的袜子很喜欢。没了，我们要休息了。我是懒人。我们要去饭店楼下吃东西，太累了，不想出门。看一下我精致的妆容。其实根本就还好。这个杯蜡烛有够 Q 的。我的是，我就是他在讲话，一定要做200台才可以。牛肉塔塔，哎，它的蛋黄是硬掉的，浅尝一下。蛋黄很好吃，酱太酸。哪一个？店员。怎么亮？他说这个肉是2人份，最好是没有要2人，就1人份嘛。很熟悉的东西，好难咬的感觉，切不开。生无可恋，吃这个。
断哎。不予置评。Hello， 已经回房间要休息了。明天对焦 ，focus。哦，明天就离开阿姆斯特丹去巴黎了。哦吼，可以离开这里了。这里真的是来两天就够了。大家可以去吃一下 ，focus， 吃一下。说大家可以来这里吃一下阿姆斯特丹的薯条，是真的蛮好吃的。可是那种人很多就不用去了，而且人比较少。我第一天吃的那家比较好吃。就这样了，各位巴黎真。